看你，看到看你。对啊。庙口夜市。没错，就是基隆庙口夜市，非常好吃的地方，一起 go。各位题目为旅行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带大家来到基隆最有名的庙口夜市，非常多的好吃好吃美食，大家一起来好的品尝一下。介绍今天的应援团，帅哥，看到这两旁黄色的灯笼就知道庙口夜市到了，来基隆呢一定别错过。来看看海鲜料理，鸡卷大王、虾仁羹、豆千羹、油饭、肉羹、旗鱼羹，还有传统的便当，有电鳗鱼烧。转角就来到知名电技工旁边呢，好吃的排骨羹、奶油螃蟹。转过去马上可以看到知名的顶边厝嗲鼻熟，这是我来庙口夜市最会见的美食哦。基隆庙口夜市主要是在仁山路，爱山路的地方在入口。我们继续看一下米粉羹、好喝的红茶跟果汁、沙茶牛肉、传统卤肉饭、鱿鱼羹、咖喱饭、鲜鱼汤，还有嘉义火鸡肉饭都来喽，新鲜的柳橙汁、香酥香鸡、猪血汤、新鲜水果汁等。礼拜五六日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多，尤其是在今天礼拜六真的非常多人。接下来我从学生时代吃到现在的营养三明治、脆皮五花肉、一口天妇罗，接下来糖葫芦、烤鱿鱼、红茶冰、鲳鱼羹等等，有好吃的东山鸭头、海鲜螺等等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吃的润饼，还有卷饼、素食、蚵仔煎、猪血汤、肉食海鲜、红烧排骨肉、小卷、奶油螃蟹、米糕、海胆，还有三明治、帝王蟹，多的炸物，这一摊虾仁肉圆超级好吃，冬瓜茶。我们来看看朋友怎么说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基隆庙口。好不好玩？哇操，好多人！千万不要礼拜六晚上来。礼拜五 OK， 礼拜日晚上更 OK， 走不动，太累了。好了，结束。最后来看看基隆河边的夜景。基隆其实是港口，然后呢有一些两岸河边非常热闹的商业区。市政府是长这样，我觉得晚上比较好看。那在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